同学们高声歌唱，离情依依。凤凰花开季节，有欢笑也有泪水。辅大毕业典礼，今年毕业生代表陈彦霖很特别。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陷跟他所擅长的。那虽然我有一个很显性的缺陷，但周遭的不管是同学啊、师长啊，都有帮忙，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跟人家不一样。体力本来就跟我们比起来就会比较弱，然后但是他书还是念得很好，他会觉得需要 更努力、更精力这样。36岁的陈彦霖是生物医技药学的博士候选人，他高一确诊罹患肌危症，行走都要考轮椅，虽然辛苦，却没有放弃自己的课业，相信自己内心所认定的目标，然后持续下去，人生才会是精彩的。所以他非常想要往他实验的方面去做发展，所以其实在上课的时候，他问的问题啊什么，他其实无时无刻是在想着他要发展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是跟一般其他的学生非常大不一样。陈彦霖目前也在更新医院担任组织病理科医师，虽然他知道肌危症无法治疗，但未来想研究如何减缓恶化，也希望把正面人生观分享给每一个人。大爱新闻黄怡杰、许英豪台北报道。